要做中国菜，最重要的是各种调味调味料。米粉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OK， 我还带了老鸭汤，对，老鸭汤。哇，老鸭汤！我还有一箱拌花椒、八角、豆瓣酱。有，我也有。OK， 我还有一箱拌，这种事情交给我没有问题。真的没问题吗？你的食材在哪里啊？我在他们那边啊。自己拿啊！我。这也太真实了吧！还有一箱半的食材，赶紧给我！你是求助无门的。美拍中餐厅第二季即将播出。